听说小吴一回家就上网，你还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网迷啊。你经常上网吗？我主要是利用检索的功能。中国的电脑能看日语网页吗？现在的电脑几乎没有语言问题了。听说小吴一回家就上网，你还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网迷啊。你经常上网吗？我主要是利用检索的功能。中国的电脑能看日语网页吗？现在的电脑几乎没有语言问题了。听说小吴一回家就上网，你还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网迷啊。你经常上网吗？我主要是利用检索的功能。中国的电脑能看日语网页吗？现在的电脑几乎没有语言问题了。